真正要带阿全全离开啊！亚芳，我先甲你回一个实例啦。啊，不过你敢会当给我一摆机会？我保证，我会弥补你甲全全。我嘛爱甲你回实例。我拄则冷静落来想想的，我伫咧病院对家暴讲的话真正伤重啊，害阿母足烦恼的。 我真正无法度目睭紧紧开，发生遮尔危险的代志，煞去点点。你的心情我了解，有人会怪你啊。多谢你的体谅。你会当跟我自私，啊，毋过我即马敢若希望会当互全全好好怎样，所以我要找你开啊。哎，亚芳啊，我嘛毋知影要安怎甲你讲，我嘛毋知影要安怎互你了解我的心情。我知影啦，啊，毋过可能遮会改变对我甲全全来讲，抑阁无够。我即马甚至开始怀疑，全全伫即款的环境是毋是有法度平安？ 快乐的大汉，亚芳啊，你敢无发现家暴毋是歹，家暴只是较衰尔。啊，毋过意外一届就有够啊！我真正无法度承受第二届，甚至是更加大意外。哦，全全会当平安快乐的大汉，无烦无恼，这对我来讲才是上重要的。你拄则伫咧病院的时阵，啥做无讲家暴是因为你才会出车祸？ 啊！你啥做无爱讲家暴，是为着要救你，伊的伤才会遮尔严重。伊的时阵遮尔歹，遮尔激动，你敢有互我机会讲？啊！那呢？伊敢有啉酒？伊伫咧陪我耍，也无闲啉酒啊。哎呀啦，那呢？我真正是误会伊啊！拄则伫咧病，佫讲遐尔重的话。 拄则讲遐的话，是真正伤着家暴叔叔阿哥阿嬷的心吗？哎，啊！因两个人是安怎到即摆也袂转来？敢讲是家暴的伤，佫出甚物变化？家暴叔叔，家暴叔叔，你敢有腰痛？敢佫会疼？ 我袂要紧，你一定就忝的吼，先去休困。好。阿母，歹势啦，今日我伤过激动，讲足侪无应该讲的话，请你原谅我好不好？ 讲歹势啦，应该是我，拢是做老母的，你的心情我了解。我就看到全全受伤，我规个心乱糟糟，才甲话讲到遐尔重，真正足歹势。袂啦，毋过这一切吼，千错万错拢是家婆的错啦，伊不应该互全全受伤啦。阿妈作家在，无付出人命啦，啊若是有吼。 我真正，毋知要摕啥赔你一个好心。拄则全全已经甲我解释代志的经过，真正是我误会家暴啊！哎，这件代志哦，是毋是误会，我是毋知影啦。但是我袂当保证袂阁发生第二摆啦。但是。 你敢真正愿意甲全全交予阮这阵无负责任的人？因为阮家的家庭比较有较复杂啦。哎呀，遐个话是我伤过着急，我无经过思考就讲出嘴啊，请你莫藏在心上。人就是安尼啦，有一句话吼，无经过思考直接讲出来才是真心话啦。啊，你对阮家有啥物想法？我即马真正了解啊。
我知影，我讲遐个话，真正让你足伤心的。我嘛感觉对你足歹势。阿母，你若是无想要看到阮，阮随时会当离开。我并无讲我爱你离开哦，但是你若硬要来做，我想未来是天无难吧。袂啦，啊，若只是误会，会当把话讲好开，安尼就无代志啊。有代志无代志是你甲天母的问题，恁好就好啊。我即马是咧烦恼，讲后摆恁着看到我甲家宝啊，你心内唔知会甲要袂？阿母啊，我好啊，我今日嘛足忝的，吼，头壳小可疼疼，我先入来睇者，啊，有啥物代志后摆再讲。我搁头一届拄着有人无要让你先入庙。不是我唔让你入庙啊，是你啊，穿甲安尼，我是要哪让你入庙啦？阮穿安尼是安怎？台湾头甲台湾尾，大大细细的活动，阮拢走透透。啊，大家看到阮穿安尼，拢足欢喜的，啊，搁手尾翕相，着你有意见？敢讲阮穿安尼无水？对啊，敢无水？水啊，足水的啦。阿母哥，你穿安尼哦，太祖阿公有交代，来庙里拜拜哦，阿且要真济，安尼才有庄严。阮足庄严的，为了要参加恁的供祭，阮半暝啊就起床，用头毛、化妆，这头冠阿哥是新的，衫裤嘛是昨暝才做好的，阮阿哥改了就下输的，你看我有啊用心，相比阮搁较庄严，恁讲对无？对啊。我是今日安尼哦，想过庄严。啊，等下大家拜拜时阵哦，目睭无看太祖爷公，唔知要放倒位。那安尼，你着叫因目睭卖好白看。想安怎要为难阮做工课？啊，是讲，你看我是查某囡仔好欺负？对啊，好欺负哦。参详一下，互相留一步啦。等去换一束，我才陪你去啦，好无？阮着只有一束衫，就算有把书换完，时间嘛袂久啊。你莫阁搞阮查，啊！若无耽误着事情哦，你着歹交代。行行。哎，你哎，喂！别创，莫卡出来啊！无啦，哎，我着讲面子。哎呦，你爸唔知啊？你先硬挡啊那啦！啊！啊，太祖阿公有交代啊，来庙里拜拜，穿好整齐呢。啊，规定穿安尼讲面子。人信众发心要赞助。当然是袂当动啦，啊，无是要咱圆满。你真正要让伊入庙？让伊入庙。到。请电话。安民，安民。恭迎本宫重大万岁圣驾！恭迎圣驾！你过来，讲话这么响，食糖啊，嘴才会甜。啊！阿信来了。这么重量，感觉疼啊！来看，来。
林多多。主公，这样。来，这位林，这位林的嘴在顶，来。阿妈，我知太祖爷你爱食甜仔甲饼，我阁唔知讲太祖爷连查某囡仔的豆腐伊嘛爱食。大哥，心头别乱讲话啦。我唔是食豆腐啊，阿不过你是咧食醋啊？阿婆迄条袂歹看，我用我阿玲，等你话。小妹妹，滚！哎，阿金明啊，我是不管啦。俺们过来，我请，不准请假呢。心中惊小无看神明哦，不要紧。啊，不过平常骑马若是无看了，真危险。会出车祸。阿妈，上去哦。好就好，爱乖啊。卖笑，恁家嘛是，来这不准请假呢，知无？好了，我先去无用。回家。龙山太祖爷回家了。龙山圣驾。别看啥啦，欠你钱哦，恁遮臭。你莫假，你真正足过分的嘞！今仔日遐尼济人，你竟然当众人的面头前搞闹亏。拜托的，我哪有给你闹亏啊？是太祖爷讲给你闹亏好不？早就跟你讲，莫穿安尼无礼无体的。这么任性，我哪有法度啊？你无法度，我嘛无法度啊！你的代志呢？讲话歹声少，口气阁遮歹。好，你承认啊吼？你刚刚我对你歹，所以你得爱太祖爷公甲我闹开。你若是无甲太祖爷公斗，伊哪有可能为了这种小款代志，嚣张敢甲搞我了啊？太祖爷公哦，自我细汉的时阵就照顾我，我甲伊是意念相通。伊想要知影啥物哦，根本免等我甲伊斗啦。啊，搁有啦，伊是惦你哦，是念你哦，嘛唔知影。伊是甲伊有啥物姻缘？我太祖爷讲雄雄降价，说你是好气啦。你毋是意念相通，有啥物姻缘？你袂用直接问伊哦。嘿，小姐，你讲生笑，伊是神还是我是神啊？我问伊就爱回答哦。有啦，讲话较客气。啊，无等下太祖爷讲哦，雄雄发起来哦。哦，照我身体哦，办代志是真好啦，啊，毋过就忝。我不爱跟你再吹过啊，我不是来扫。后过来时阵哦，爱记的穿较济啦，卖让人念哦，佫误会我。阿妈无要来啊？太叔阿公哦，你会来就是会来啦，这毋是你当做主，知无？无啥，拜拜。